算少，杀两个唔算多，你试下再逼我啊！够姜，咁你讲，曾经哥系你咩人？吓，系我嘅知己朋友，仲大一啲，仕途嘅关系。够啦，就凭你讲呢一点，我就一定要掠低你。你讲，你叫咩名？棉花里打滚啊！咩？吓，答唔亲，我唔信。 我系乱试下，哇！乜你咁嘢搞啊？ 照住我啊！